我妈如娘吼，今日这讨论题目就是讲牛奶涨了啦吼，啊，这个咖啡嘛起价啊吼，干那这个业绩吼无起啦吼，啊，什么人会当来甲这台湾的经济倒帮忙，甲挂炮而且安尼啦吼，所以我想今天请到现场的就是。全部都是真人演出，刚才伍佰是模仿的，吼、哦，可以再模仿最好的伍佰了，吼、哦。然后就刚才这第一次登场，完了感觉真的是不错，哦，啊，很牛，刚才看一眼，其他都真人演出，啊，快看真人演出哦，尤其今天到看到 China Blue 哈、哦，啊，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歌声了，来，跟波箱欢迎一下，来。太红了，家喻户晓了。伍佰老师真的是太红了，这是伍佰老师在我们心目当中是神。对，而且伍佰老师红，那为什么这个广告不找我们拍？为什么没有我们？哎，怎么可以污蔑我们心目中的神？对啊，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哎，是不是？我们的中心思想哎。对，说实在，为什么广告没有找我们去拍？对，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去拍？对不对？我们连然后连刘刚侠弟都不如啊。对啊，是不是？我们演刘刚侠弟很顺的，也很顺的，在后面也很棒的啊。对啊，明仔亏了给人的传扁扁了包，不是，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啊，是不是？对啊，什么的？不是，因为现在我在想，因为哦，他可能自己也有困难。因为可能抽到非常的少，再分给我们，分成四份不好的，没有，就跟现在一样，咖啡涨，奶粉也涨，不是分成四份，是他七，然后我们三个三，七三我们三个三，对，一七，不是，还扣掉成本之后，公司已经先抽五成去了，然后剩下的拿七，我们拿三，要多少？现在连咖啡都要涨5块10块的嘞。对啊对啊对啊，但是我们伍佰老师的这个唱片没有涨，没有涨。哎，有没有涨？没有涨。这个是完全是单程的车票。对啊，很多人说我要买伍佰的 CD， 伍佰说伍佰还有早，不用伍佰。对。哇！对，所以什么都涨了。我们伍佰老师的 CD 没有涨，而且什么都涨了。我们伍佰老师要办演唱会，而且是加场，我们也没有涨。没错，都没有涨，完全是回馈我们所有歌迷。所以说，喜欢我们伍佰的歌迷有福了，有福了。车票今天上网全部都送。送，谢谢你们。应该是会送的。老师有个问题，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好像什么都有涨，就我们的薪水没有涨？好像说，难道说我们不能？你跟周老师是一样的、啊，你有进步吗？你谈两次来听听看啦、啊。谈啊谈啊，我要谈哦。让我将你一杯一杯气，你看到没有？你像是你和周老师能够涨价吗？不是，我再试一次，你听我看。那个挪威的声一杯气。怎么样 ？OK， 给你了。好了，我手拿起来就不用弹了。对呀，好害怕。对啊，是不是？那你想涨价吗？我是没。周老师恐怕不会弹吉他哦，应该不要了吧？贝斯就是贝斯哦，不用弹贝斯了。啊，不好意思啊，是该选的是贝斯啦。贝斯，你想讲贝斯的时阵哦，拜托你讲较久的，伊起码咧吹贝斯的声。你他不讲半点钟，伊就吹有啊啦。你先讲一下。我不太了解 ，Dino， 你一个没有鼓的人讲我们有乐器的，你怎么不会？我马上就有鼓声啦。OK， 你打一个节奏 ，Rock。爆竹一声除旧岁，红莲花数点爆新春，那新国新班开太运呐、啊！伍佰唱片真好听，真好听。有你在，你这一段我们不叫圈他不入，我们叫格格不入了，好不好？重要，觉得这样，因为伍佰老师好像觉得哦，因为他是主唱嘛，好像只有他会唱歌，那他是我们的 leader， 好像只有他能拍广告，好像只会他唱，我们也可以唱啊。我跟你讲，我们也可以，我们表现一下，好不好？兄弟，你要唱之前，我先听一下贝斯声，好，啊，先传好啦，我听看麦啊，贝斯是不是？贝斯不是安尼啦，贝斯是安尼啦，很高的啦。这一段就冷掉了。对不起啊，对，我们要这样。重要的是我们要针对今天就唱，对，我们针对今天的主题，我们唱一下我们那个伍佰老师的歌，好不好？好不好？来，老师麻烦，不用弹，我们自己弹哈。
心的等甲到时，风霜是有人管，有人过。小等一下，小等一下，你车房来交两个。先讲一下，看我们唱怎么样。别讲啊，我替你讲就好了。所以伍佰老师拿七成是有道理的啦。来，看一下朝鲜新闻。来，안녕하십니까저는이순희입니다탄화궁초신신문입니다북한은台湾双狮国情应该改名십니다好过来입니다우리북한군은台湾双狮国情리부터쇼마크디스예빈십니다옮기기훈很多后备车辆已过他平常放在营区晒太阳십니다都不会动이곳다입니다工兵车扶门桥이곳다平常都是阿兵哥推出来晒太阳行的，要不然就是种一些盆景放在上面行的。차는해차고이고저는시사선수꽃이시라고통통후호치라입니다所以저는시사선수꽃이应该改名저는装备후호제입니다이곳의팀총대장만세만세만만세초신파이철인이스타이완도동시입니다보고다입니다옹기훈뉴파이철인입니다도동시입니다뉴파이아진샤부차는초신이비산부신빨개타이완도입니다도저리는타이완매티따스보다저는하고다초신의教练우리시한이고다바로차상시도동시입니다조시라고돌아와즈버차는내구저는과후도총국2700달비입니다이거다해비선거지157공분의뉴대원다떠자이되십니다저는500호소받아저여고엄북하는시도동시십니다우리북한군은요치즈민생용品시라고저는我们朝鲜多的是民生用品시라고就像我们有很多的锅子筷子还有碗瓢盆通通都有就是没有米可以煮십니다我们有冰箱但是没有肉可以冰저는所以我们有民生用品我们有电器用品但是我们没有食物십니다김총영탈창만세만세만만세저는이장과하고다입니다우리북한군台湾第一夫人周美琴입니다뒤부터在台湾的百年国庆大典입니다穿去年同一件衣服입니다台湾空桥은台湾准备下套装旗袍洋装晚礼服입니다이시계는통통下下来让他穿个够，从此以后，通通不会衣服撞衫，是米的。但是也没有关系，是米的，因为每一年都穿一样的，就像是打歌服就没关系了，是米的。求人，所以马英九一定要当选，明年再穿同样一件，是米的。求人离不脱，晴空万里，求神天降神兵下台湾的神龙小组。直接表演定点飙升十米的，跳到你家门口，想跳到你家大门。红飞飞的歌曲《求了你》，我也会唱十米的。一个他天穷用太强，喜欢风飞飞，满塞满塞满满塞米的。